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下一个活动。对，下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，叫做猪卡我最行。好，非常的简单，简单就是猜卡片，然后你都丢进去了吗？来，在这里。好，你看我的飞机提袋又出来。它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可以让你一直就是拿来当抽奖的。最主要，我觉得它很好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来讲一下里面出门要买什么东西，现在都不提供塑胶袋，它真的很方便。我们这边会提供的奖品总共有一卡通的钥匙圈三个，非常美好的 Banky 提袋两个，然后 Chesme 的全球行李挂牌一个。哎、欸，有人不知道 Chesme 吗？你要介绍一下吗 ？Chesme 我刚刚有讲过。有哈 ，OK， 好，大家知道哈。我刚刚只有稍微解释一下，说这个东西我们会在做团购，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哈。如果你常常出国的部分的话，你买这个东西等于是买一个保险。如果你的行李箱掉了，然后它可以支付你$500的这个费用，当做是补偿哦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买一个保险，然后它是一年需要续一次卡，买了记得要开卡啊。对，你开卡之后才算哦。啊，你不要买了之后就挂上去很开心，但是没有开卡，没有开卡就没有了。不知道怎么开卡，可以就是私讯问我，我可以跟你讲那个网址哦。他那个网址可能在官网比较难找到，但是有人问我就有帮他找过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很不错。他在官网卖是500，然后打9折。那我们之前团购是多少？85折，比较便宜一点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是我们五月份再团购。他的行李吊牌真的蛮好看的。对，真的是美败，我今天没有带来，对，但不错。好，再来是小七的$15的咖啡券两个。然后 Banky 的金币随身碟一个，还有 Sharpik 的奖励金500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会抽出这些地方。好，赶快开始。哎，我们要先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主持人。嘿，主持人大家好，他是 Leo。嘿，对，好。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大爱的编剧跟导演。哦，那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做戏剧的编导部分。啊，对哦，你是那个，他要都讲他什么好朋友？他是瑜伽老师。大家好，现在可以踢了。对，我现在可以踢一下，踢一下，快点啦！这样子。哇，身材撕掉来的，把这个放到头上，快点！他真的可以，因为我每个礼拜二都会去上他的瑜伽课，在世界这样子。好，他真的不错。那 Leo 的部分的话，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剧场创作的，好，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他有新的戏，我会在我的粉丝页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一起去看，好，都还蛮有深度的。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喜欢看戏的人。好，那我们信用卡就留进去了。好，我总共挑了60张，从我416张里面挑了60张的信用卡丢进去。然后都很难认吗？有简单又难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有一些我可能也不知道。游戏规则，它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这些信用卡丢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请他，你帮我把它塞，就是丢进去。对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请 Leo 随便抽一个人。好，第一张我先抽。倒数好不好？3、2、1，举手。好不好？你知道这个卡面就赶快举手哈，赶快抢一个位置你看得到的。好，如果你真的看不到，那很可惜。我们要送10个红包。好，工作人员请给我10个红包。而且我们每一桌都确定他看到之后，我们再数1、2、3这样子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1、2、3再来举手。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好不好？不要客气哦，机会是你的哦。来喽。好，我不晓得。不算在抽奖里面哦。对。不算在抽奖里面哦。哦，这张。啊。你看我这是一个，来，我们做10秒钟，10、9、8、7，还没开始呢，看完了哈，不要趁这么贪心嘛，都知道答案了。这个这条线好不好？这个方框不要进来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们只能在这里。好，来，好，每个方向都给他看一下。我帮你们找一下，不然人家被倒刷。好啦，好啦。好咯，好，收起来咯，好，来，好，来咯。好，我数1、2、3。阿哲，你知道哦。好，那你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卡？它不是一层世界卡。哦，所以大家还有机会，大家还有机会。再看一次哦。这个都没有人知道吗？它是太没有特征了，就是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你只能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只能站在这一格，好不好？就大家只能看它卡面。对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3、2、1，只有他们两个吗？那我现在换人好了。好，换另外一个。答对了，对，好，来来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对啊，你看我这个卡面真的很困难的。这个猪卡我最喜的那个活动的奖品。
们先抽第一个红包。对对对，这个先把资料，所以说大家，帮我把这个后面的奖，你先做，然后包先不要看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先。好，第二个就要请他抽啦。好，我就站在这里哦，我不动哦，好不好？他只有三秒。三二一，好。这边给中国信托。好，首先放下了哦。好，准备准备，你要开始看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你看这里面，对对对，他刚才就是101.0，不是，不是吧？但是，好来，还有机会，来再来再来哦，三二一，中国信托就是基金卡，这真的答对了，他就是红利卡，他就是红利卡，对。好，那第一位，你们两个来，他其实外面都长得一样，你就自己抽。你想要的红包，那红包袋真的非常美。那请先不要开封哦，好，请先等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再一起那个，等一下一起开，等一下一起开。好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参加过来可以再参加吗？那你不要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对 对, 對，我们尽量，我们尽量会，对对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桌，是不是？都是 A 组的嘛？还有你们气势蛮红的哦，还不错。对对对，好，好来，好再来再来。Jerry， 你帮我抽一个好了，随便抽。来。这张卡片我刚刚有讲，我刚刚这里有讲，好来，收起来，这边还没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吗？好，来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好了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答对了，哇，我们更多大家团结一点好不好？知道，让你的隔壁知道，但不要讲太大声，让全部人知道。来，抽一张。我们大家团结一点，好，来，换你哦，对哦，好啊，这个要撕掉，好，啊，这张应该蛮明显的特征，来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没人知道，那我公布答案了，包红包，主持人，没关系的。就是那个啊，中国信托的那个星月蓝城的联名卡，有没有？宜兰的那个白鱼，我太会抽了啊！再抽很难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有410张信用卡，所以你不要先去看我到底。因为我会拿出必须要联名卡啊。我这张也非常困难，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。来，三二一。好啊！我现在开放让大家，有人知道哦。哇塞！我现在开放让大家，如果不知道可以查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有人知道就来。等一下，对啊，现在有人知道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先看这一二三，然后如果这边有抢赢的再说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那边了。就还是那边。一二三，他的还是你不知道。这个 A 门小，答对嘞。应该是大家可以查一下，因为我连那个名字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就是当初是为了拿那个什么 HCE 的那个什么刷一块钱拿100块还多少，然后我就办了一堆，对，然后这张卡片我其实不记得，对吧？好，再来一张，抽一包，第二 B C D 好不好？我们这三桌加油一下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们先看，哦，这很简单呐、啊，好，来。好，来，大大，你讲太大声了，我讲给他们听，你讲给隔壁一个人。好，准备了，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这个最快，乐活泰金，联邦乐活泰金。好，了，我们让 C 做一次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抽一个红包，等一下在一起，那个公布的话，先收着，来，下一个，来你抽，我们还有几个啊？就看红包就知道了，还有五个。哦，这样好简单哦。那没办法，你抽到了。来，这不会我也没办法了。这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上面都有名字了。来，三二一。中华电信。刚刚好像是陈俊泰最快。中华电信。他哪一间银行？我
三二，好，来，请问两个人，刚刚第二个是这边有一个哪里？元大，然后中华电。哦，答对了，就是元大的啦。对，我看到有元大折起来，对。其实它叫中华电信感恩卡，对，元大中华电信感恩卡。它是之前曾经在中油花双加油时候风靡过一时的卡片，对不对？现在就不用讲。他好像加油是有10%，是不是还是怎样？对，来，Leo帮我抽一张。好，这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好简单啊。这是送分题啦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你。远东 ETAG。远，不对。对，没人知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啊！你刚有举手。啊？台塑联名。对，台塑联名卡。哎、欸，这个现在已经换成那个国泰世华了嘛？对，来抽一包，抽一包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成绩的简单结算。你们是 A 桌几个？哇，五个。B 桌没有吗 ？C 桌一个 ，D 桌两个哦，两个。D 桌有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接下来加油好不好？啊？对啊，我们是刚刚讲。好，那我然后等一下我看这边，你要看这边。好，一定能组。好，来，因为我们的眼睛视线有限啊。你抽。好，你们先看。哦，这很简单，好不好？还没。很简单吗？很简单啊。三、二、一。好，好，你第一个。富邦，哎。它是卡神卡，好了 ，OK 了，算你对了，好，谢谢。来抽一个。好了，其实它的答案其实是卡神卡，好，它财神卡是有财神的造型，但是红色这张是卡神卡，好，那因为我们第一桌都没有人中奖嘛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红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家就是不要那么的 picky， 好，C 桌，好不好 ？C 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我先看你们这边，你们知道就赶快抽，好不好？这也很简单啊，我的天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哪一个那个远东的 A P 卡，对，答对了，这是我现在纠团，我刚刚早上有发一篇文啊。来抽红包，那我们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好不好？这真的很难啊！好，来，不会啊，一定有人知道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好吧。好，来，这边再请你来看啊，三二一，好，那首先放下，首先放下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应该是这个。好，来，他已经举了好几次了。不可以，不要假，先冲。对，它是 iCash 联名卡，但是好像改名叫做爱网购就对了，但是是对的。好，恭喜你，好，来，我们请这十位朋友，来，我们这十位朋友，我们来前面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拍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们到底抽中了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对啊，干嘛那么害羞？来，好，你们真的非常的棒，好，来，那大家可以现在就是。把它展示开来，看你们拿到了什么奖。对，可以把它打开来了。好，来，您是，哎呦，你拿500块，恭喜你，没办法。那你是 Chase Miss 你挂牌，那你是小七45元礼券在里面，那你也是45元礼券在里面。你是辉哥的钥匙圈，恭喜你。然后你也是辉哥钥匙圈，你是 Binky 替谁分碟也很棒，今年一定赚大钱。好 ，Binky 使用皮带也很棒，今年也会赚大钱。好 ，Binky 使用皮带今年赚大钱，换一个卡神钱也不错，好不好？钥匙圈，然后我们大家拍一张照，拍一张照。那我们分两排，好，站在前面好不好？女生在前面，女生前面，然后男生后面。主持人来前面好了，因为后面男生比较多。我们拍一张合照。哦，等一下会给。好，我们这个都是在事后，我们再来跟工作人员领。好。来，我们赶快，我们时间快不够了。